土拨鼠到底适不适合家养？很多想养土拨鼠的朋友问我。首先，品种，猜猜是国产旱獭。我们先讲优点，素食杂食动物，一些蔬菜、玉米、红薯啥的就能养得肥肥胖胖，水果、零食啥的好吃的啊都能吃一点。长相呆萌，土肥圆，可玩性有一点。然后上厕所它会定点，它会离自己的窝远一点的角落里大小便，不会到处乱拉。缺点就是会拆家，如果有机会它会越狱，只能圈养不能散养，会跑路，没条件的用不锈钢大点的粗笼子养，有条件的最好还是空置房间或者仓库啥的，空间大一点的更自由一点。就像我这样，一开始不熟的时候你抓它可能会咬你，但是养一段时间，养熟了之后会好很多，能让你摸，让你抱，不会咬人，但是拆家还是要拆的。如果你够喜欢它，能够接受它的缺点养一只的话，可以私信我。